苏丹局势升级以来，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中国在苏丹人员和机构的安全。中国驻苏丹使馆坚守岗位，密切关注形势发展变化，为保障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，全力提供支持协助。有危险需要撤离时，使馆永远撤在最后。外交部也将采取有效措施，保障使馆人员的安全。